天呀，在这个大拇指这个北面啊，一个叫颐和小区前面的一个饭店吃饭。咱看看这个咱们这块地方的停了多少辆车吧，晚上吃饭的人相当多的啊。十月份啊，今天是十月份了，这么多人吃饭，都是游客吧？应该是。这里也是坐满了，楼上也是坐满了。现在都是啊，这个晚上七点钟了啊，依然有这么多的人啊过来吃饭。来看看啊，看饭菜的价格怎么样？鱼香肉丝32，酸辣粉条18，啊，肘子肉是68，菜品蛮丰富啊，还有米饭，炸鱼饼子48，老虎菜16，哦。水饺32，鲅鱼水饺26。这老板这地方还在搞的直播，咱出门看看吧。这家家户户生意都非常好啊。看看这几家啊，店面啊，这个地方是咱们银滩啊，应该是最火的一个地方啊。吃饭最火的一个地方，看这个，这大盘啊，海鲜。对，你们是跟团一起来的吧？啊，你们是不是跟团来的？你们来自哪里啊？武汉。武汉的，也是旅游的。啊，对。哦，自己自驾的。啊，自驾的啊、哦？怎么想的？这个今年十一到咱们银滩来了呀？我觉得这里风景很美。风景很美啊！以前来过没有？以前来过啊、哦。今年十一选在这儿了。海边很漂亮。啊、哦，海边好是吧？对，刚从海边回来，气候蛮好。这个一桌菜多少钱啊？还没算啊、哦。这个这是128。哦，这个128啊。这吃的专属。这家还是比较实惠的，那、哦、价格还是比较公道哎。好，你们慢慢吃的啊，咱在这边看看啊，这边什么羊肉串啊，什么海鲜水饺啊，再往这边看看吧，都有什么卖什么的。真是今天的这个客人也是。来自全国各地啊，你看有天津的车，有山西的车啊，太原的车，有青岛的车啊，青岛人也喜欢在这地方啊。转一圈，这边啊，这边有几家啊，这也是烧烤啊，印象银滩海鲜餐厅啊，现在是桌里面都坐满了啊，在外面摆个摊儿。呼伦贝尔烧烤，听的口音吧啊，哪里的口音都有啊。石家庄的车，江苏的车，啊，这边叫凯旋楼，鱼香海味儿。小凯哥烧烤烧烤鱼啊，那边是叫老渔翁。这家啊，说这家是个房产啊，黑的灯啊，这边都是亮的灯啊。这个地方是美食一条街吧啊，美食一条街，这颐和海景啊，这小区门口啊，它的东门口。咱河北的，咱济南的，江苏的，那苏州的车啊，苏逸苏州。然后黑逸是什么地方？是不是大庆啊？哦，晋冀鲁恩。这就是啊，咱们国庆期间，咱们乳山银滩，啊、哦，这个大拇指附近的一个小吃比较多的地方啊，饭店比较多的地方啊，看这车停的都停不下了啊，路上也都停满了车啊，哈尔滨的车，这边是怎么？哎，青岛车，好多青岛车呢啊，北京的车，江苏一南京的车，
这是重庆的车，又是个青岛的车啊，皖安徽的车。鲁 M 是哪呀？鲁 K 咱们当地。当然鲁 K 的车还是比较多的啊，因为工作人员都是鲁 K 嘛。这边，哎呀，这是青岛的车真多。蒙币泰，这是包头的车，啊，这边京 A 天津，天津 F， 天津 K， 晋义是哪里？新疆炭烤羊肉，兰州拉面。这是来晚了，车子是没速停啊。合肥的车，看看公路上吧，那边都停满了车啊。看看公路上，这条湖叫晋博湖路啊，这条路往南啊，走不多远就是咱们大拇指广场了啊，就是海边了。晋